有时候可能是看机种还是什么的，也许，啊，有时候是他的料件可能就是暂时性的缺货，但他什么时候进又不知道，就是，就很神奇。对啊，如果你反正你有确定那个的型号，就是你的笔电嘛。对，我就再自己研究就好了。OK， 好的。谢谢咯，好，那就这样就可以了。对，这样就这给你留底了。OK OK， 好，谢谢咯，谢谢。拜拜。